如果要用二个字来总结构图原理，我认为是“分”和“这”二个字。分是组成分子变化，合是组织关系统一。大小景物、色块、笔触，这是分；乱中有序，错落有致，这是和。如何将现实景物题材或抽象色块、笔触等造型元素？ 透过某种巧妙的节奏与规则去组织它们之间的关系，将它们合而成为一张画，这就叫做构图。处理各种细节造型元素的态度，必须是为了和和协统一的目的而去制造有用的细节，创造性的变化。想想看，你在画任何一处细节，一笔一画，有没有认真想过它对整体有多少必要的贡献？ 现实的各种变化不一定都能派上用场，创造性的变化必定是每一笔都有用处。这张是二零一七年十一月在上海枫泾古镇的写生，一大早是放给高研班学员看的，画了快二个小时未完成，过程很顺手，心里有预感可能会是一张佳作，决定不再坚持现场画完，立马打包收摊。 直到今天，终于把它拿出来润笔完成，总算又了结一桩心事。前半场的现场写生与后半场回家润笔，两者的创作心理状态与技法操作虽然不尽相同，却都同样是难度很高的游戏。画画很像下围棋，只要理解了观念与方法，就可以在练习中逐渐成长。只要尽力了，结局无论输赢。 保证都是乐趣无穷，令人爱不释手。